如文殊般若及毗婆沙论中说，以色相等摄明中故。这一句怎么样摄在明中？色相都在名号之中，换句话说，名号啊统统包含了。莲池大师以两个意思来解释。第一个呢，名必有相，名虽然是假名，但是因为有相才建立名号的，即使没有这个相状，譬如经上所讲龟毛兔角，龟毛兔角这是绝对没有的，兔子没有角，乌龟没有毛，我们想想这个名是不是也是名必有相？假如没有龟，你就想不出那个乌龟会长毛啊。乌龟虽然没有毛，龟是有相，毛也有相啊。龟上没有毛，你说它是有毛，还是从相上建立。连完全虚无缥缈的这种名号啊，也离不开相啊。可见的名确确实实是有相，何况它是因相而立。因此呢，名一定啊与体相相应。第二个意思就更深了，名相皆不离一心，心是能性。华严经上讲，一切万法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心跟识是一样的东西，心是识之体，识是心之作用。我们讲心讲识，是一桩东西的体与作用。从体我们称它做心，从作用我们称它做识。事出世间，生罗万象都离不开一心。我们听了这个话大惑不解，说我们这个迷惑颠倒的精神现象是真如本性迷了以后变现出来的，我们有几分相信？大概还可能。这山河大地生罗万象也是我们见分变现出来的，我们很难相信。怎么可能这个心变现出外面山河大地呢？这是很难体会得到的事实。但是我们如果要想象做梦的时候，就不难体会到。你在梦中不是也有自己吗？那个梦中自己从哪来的呀？自己也有身体，也有精神，精神色相从哪来的呀？梦里面山河大地从哪来的呢？梦里面也有虚空，也有日月星宿，试问问那些东西从哪来的？岂不是自己心里头变现出来的呀？梦中能变色身，能变山河大地，我们真信迷失之后怎么会不现象呢？真信的功能比梦中独头一时那个功能要大得太多，要殊胜的太多啊！它会变啊！凡夫把自己的真性迷失掉了，圣教没有别的，就是把你的本性唤起来。我们后世人讲良心呐，人都有个良心，性本善就是良心。王阳明讲的致良知啊，所以圣贤教育没有别的，就是把每一个人的良心唤醒。良心是道，人人都有，
就是佛家讲的佛性。学佛它的目标就是一真法界，诸位千万要记住。也许你说我学佛要明心见性啊，明心见性就是一真法界，我学佛要上品上身，要理业心不乱，上品上身理业心不乱也是一真法界，名字不一样，是一桩事情，这是我们一定要明了的。我所求的是求一真呐，如何才能够证得一真呢？那就得一心。诸位要晓得，外面的境界是境随心转呐、啊，不是心随境转呐、啊。心随境转，可怜呐、啊，那是凡夫啊，苦不堪言呐、啊。佛法跟你讲，真实的事是境随心转，心移了，法界就移了，就是一真。心要是二了，法界就千差万别。这一句话在佛门里面是老生常谈呐、啊。诸位要记住，越是老生常谈的，那就是真理，那就是最妙之法。我们不能明心见性，不能与业心体用相应，就是因为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我们要问，学佛学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把妄想执着打掉，使自己圆圆满满与一心体用相应，这叫学佛。你对于眼前这些妄想执着还那么样坚固的执着不肯放下，这不叫学佛。这样学佛把佛法的意思完全错解了啊！我们知道这个事实的真相，对于这持名号就不会怀疑了。怎么样转境界呢？在境界里面学个不动心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。要在境界里说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万法如如。要像如来果地上境界是境界，像这个方向是努力。把我们自己带到另外一个境界里面，回过头来再看这个境界，那就跟诸佛与大菩萨的看法没有两样，这叫真觉。阿弥陀佛，这个名号啊，就是心性本体的名号，一称这个名号，心体的作用可以说是完全都含摄在其中。念佛会念与不会念差别很大，会念的人啊，他念念都相应，跟什么相应呢？就是跟自性本体相应，跟业心体用相应，相应就叫成佛了。所以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。相应的样子是怎样的呢？心性里面是一法不立，一无所有，这是心性。心性清净，什么都没有。六祖讲得好啊，本来无一物，这是真的，一物都没有，是它的本体。我们念这句佛号的时候，这句佛号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心里面一个妄念都没有，一法不立。这个时候，心就像太虚空一样，
确实是心如太虚，量周杀界，与体相应。同时在这一句佛号当中，我们这个身体与尽虚空变法界一切诸佛刹土以及其中一真庄严相应，这是与一心的作用相应，这叫慧念。这个念呢，功德利益是无量无边，一切诸佛菩萨赞叹不尽，那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境界是心变现的，心善就变善境界，心不善就变不善境界，心清净就变佛境界，就这么回事。所以你不要分极乐世界距离我们这里十万亿佛国度，那什么释迦牟尼佛方便说的，跟你讲真实的那就不是这个讲法了。方便说也没说错啊，十万亿佛国都非常遥远的、啊、怎么遥远呢？为什么会那么遥远呢？你烦恼不容易放下就遥远了，你要烦恼一下放下就很近了，哪有距离？所以佛的话了，话中有话，你要会体会，你要不会体会的时候把话都做实了，那佛就很冤枉了。